用一个词来形容对赛制的感受。挺好。我觉得是刺激在刺激战场的感觉，感染。詹克老师，没地儿，没地儿。神秘，都挺好。我觉得对，很有趣的。紧迫盯人，对。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唱新歌嘛，很多歌都是真的第一次唱，你知道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，是一个挑战这样。刚就完了，刚就完了，干干得完。这赛制很冗长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